居，欢迎大家收看 Co-living 同居时代，没有错。来，怎样？又来到周一了。对啊，而且这礼拜就是中秋节了，对吧？嗯。而且我们公司呢，我刚看了一下脚本，上面写说自然醒周末已经烤完肉了。他说错了，只有立宪的朋友圈烤完肉了，那并不是自然醒了。没错，那只是他的朋友圈而已。是的，是的。啊，就也没有我啊。不是啊，因为约你，你也不来啊。我没有不来，我告诉你说我那天有事啊。那你也没有为我改期，然后还跟我说我是你最重要的朋友，你根本是虎烂吧？等你回来再考一次。我才不要自己考，超难吃。你自己跟我说你要考三拖，然后你叫我这一拖放过你。哦，对啊，对啊，对啊，爽吧？啊，那天真的有好吃吗？你那天的料能吃就好，所以表示也没有到你心中满意的阶段。烤肉没有算好吃啊，烤肉就是大家朋友聚一聚，那才是重点吧。哦，好，那小伙伴们周末有想要干嘛吗？哎，回亲戚家，回老家烤肉。我以为他说回美国烤肉。我们那是 barbecue 烤肉。barbecue 对，回那个 America。我超过十年没有烤肉哎。真假的就没有在台湾烤肉哦。之前在美国是大家留学生会聚在一起烤肉。嗯，那是也是会看中秋节再烤，还是就想烤就烤？没有中秋节会烤。什么？对，我就是硬要，我们就是硬要过。好像没有吧？他是硬要过。我们就是硬要过。他们好像华人会故意硬要过的。什么故意？对，对，是故意吧？对，是故意的，是故意。而且很棒哎，因为国外月亮比较圆。没有，我有点羡慕。羡慕哦，怎么那么羡慕？那你老家在哪里？天母吗？你根本没有想过搭捷运呢，还是说你老家是在美国嘛？是不是在美国？也不是，没有，我爸老家在花莲啦。哦，对，但我在台北出生，应该蛮不适应的。对啊，辛苦了。啊，别开玩笑，偏乡的部分。我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每集都人家被调侃，我到底想，我还是回家好了，回到美国再烤一次。那 Mia 呢？一样要回家烤肉，因为我是新竹人。哦，是要回新竹家烤肉。新竹的风真的很大吗？对，就是真的。所以就是如果说那个木炭放在那边，就很容易就可以生起火来，因为风也没有这么夸张了。那也太好了，只会你的头发永远都不会是正常的。哦，你说就是你只要一出去的时候，头发就是整天都是打结啊，长发都会就是很可怕。对，我刚才想说头发这么短，怎么还打结？所以你才剪那么短吗？哎，不是这样子的哦，不是哦，就是因为我们那边风比较大，然后你全部剪掉，就那个很可怕。我高中的时候长发。真的都没有在那个。嗯，那你烤肉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其实都吃哎，没有什么特别喜欢我不喜欢。真的假的？因为像我就很喜欢吃豆干。Sorry， 打我麦。我就真的很喜欢吃豆干的人。可是豆干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控制的食物，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熟。等到你发现它焦的时候，它熟的时候，它是外面一层。但你应该知道豆干原本就是熟的吧？我知道啊。我真的知道，豆干。我觉得你很失礼，我觉得你回天母烤肉好了。不是因为你抓什么时候熟、啊？你刚讲就你只是怕皮焦掉而已吧。可是就吃下去里面才是冷的时候就会很难过。哦、oh. ，对啊，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我们是因为你不吃豆干吗？没有，我没有吃豆干。你不吃加工食品。那子龙呢？烤肉吗？其实我烤肉，我那个时候是就是我烤肉那三天都要工作。嗯，我本来就是之前在接的时候工作，我想說中秋节就算了，应该不用过吧。嗯，然后就接了三天的工作，然后现在开始有点后悔。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好像在烤肉，自己有点不會、啊。我昨天我朋友才问我说：“哎、欸，你中秋节要一起烤肉吗？”我什么时候？他跟我说礼拜五。我看一下，哎、欸，我那三天都要工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很难过？这样很爽、欸、因为人家放假，你在赚钱啊。他现在烤肉，他不吃在，我还没想他跟钱过不去啊。还是我们在麦卡贝楼下烤肉？我们在这边烤肉。还是我们现在就是请人家？有没有炉？节目有没有来加班？五六日都可以，五六日都可以。是不是？哎呀，好可怜哦。那你之前烤肉的时候，你都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就是负责烤肉的。什么？真的假的？我超爱烤肉，我去那种韩式料理店，不是他都会帮你烤肉吗？我都说不用我烤就好。你耍什么帅啊？没有，不是啊，不是啊，耍什么？不是啊，帅啊！就是自己烤肉才有意思啊。然后他烤，他说没关系，我来就好。然后看，不好意思，焦了怎么办？没有，但是我觉得这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的剧情，他烤肉啊，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的剧情。但其实烤肉这位置很不吃香哎，那他很爱呀，因为你要很 focus 在烤肉这件事情，然后肉就被其他人夹走，然后其他人就会在旁边，比如说一群男生女生，然后你认识朋友的朋友。然后你对谁
哪一个女生或哪一个男生比较兴趣，那别人就聊起天，然后你在那边认真的对付一群肉，然后其他人就聊开了，还有肉吃。所以就要想办法，就说，哎、欸，不好意思，我去上厕所，哎、欸，那个谁谁谁就找一个讨厌的人帮你看一下位置，然后你上完厕所回来就理所当然的去聊天，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所以你这人太好了。我没有，在美国都是这样子，遇到这样，他就是去跟人家聊天，他就硬要烤肉那种。我就是硬要烤肉里面聊天的。我是肉快好了，然后我就说，哎、欸，没关系，我来，然后就把肉剪好，然后就好像是我烤的一样。你这很夸张哎！他们两个很适合一起烤肉啊，一个烤肉，一个负责剪尾刀。Double kill， 就弄两块这样子。那 Niki 呢？我都吃饭比较多哎，跟家人，然后朋友烤肉。哦，我刚想说肉局怎么会有饭？吃饭啊，这边煮饭吃。跟家人都是比较聚餐这样子，对，所以家里不太烤肉，比较少。嗯，也是哎，我家以前是。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住在那种一整栋的那种三层楼，然后我们家有个庭院，然后每一年中秋节我们家都会烤肉。后来就是搬家搬回了木栅，然后就是住在公寓之后就再也没有烤过肉了，就真的很少。后来我爸是有一次去日本买了一个那种日本那种烤肉的那种铁片的那一种，然后就在家烤。嗯，然后我爸变成是因为他好喜欢吃那个烤鱿鱼，他几乎一个礼拜烤一次，一个礼拜都会过中秋节。真的我跟你讲，有一年我爸也是这样，就每一个买那个铁盘，每一个礼拜都在烤，都不知道在烤什么。你爸本来，那我爸就很野人，他每天都在外面扫地，然后野人在爬那个树摘芒果之类的，无聊就烤个肉。你不要这样了，你今天会住天母，都是这个野人帮你赚到的钱。你也是天母人啊？那个树是他赚的，啊、他才跟他可以跟别人说过路费哦。此树是我摘，有没有？是。好啦，都不懂得感激。没有，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他扫地可以扫到赚到一堆房子？他哪是扫地的？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那你烤肉里面有特别想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我最喜欢吃香肠。这句话有点意外吧？有点危险吧？我以为你会埋一个梗，说我最喜欢吃豆腐。我最喜欢吃香肠。可是香肠也是一个很危险的食物哎，就是它外面可能就是假装会干掉，就假装熟，然后里面其实是生的。我对烤香肠是非常有研究的。那你告诉我们，烤N腸的步骤是什么呢？为什么你要向我们开脱？我不懂哎 ，I don't know。没有，为什么？我不是我不懂。不用香肠，就是你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懂香肠这件事。所以你一定要切，你一定要切，把它切开一点，把它的那层膜。跟香肠滑弄啊！你可能在跟香肠同居时代。要把它膜切开，然后因为香肠最麻烦的是它前面可能会熟，可是后面不熟，所以你什么来的？香肠的前面跟后面是哪个部分？那在我眼前长的就是一个前面是这里。等一下，这里那这样子我也可以说前面是这里，后面是这里啊？你找麻烦了。不是，我真的想。前面是这里啦，靠背啦。什么意思？香肠不是这样插放的烤吗？前面是这，啊，你说这边比较靠近火。你要说一个是 sample， 这里一是前面，你没有，你我刚刚在这里，在我的眼里，香肠就是长一样的呀。对不起，我继续。这种真的很好，香肠。那所以后面这样比较难熟，所以你要是适当的，你要把因为那个烤网没有，那个烤网是。有动的嘛，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叉子插在下面一点点，让它烤到下面。好，你们这种智障不会懂啊，算下一题。不是，你们听得懂吗？插在下面一点点。哦，我知道，是不是插在比较靠近膜的地方？没关系啊，这个好了，下一段，谢谢，真的有谁了？我下次再拍一集教大家怎么烤香肠。烤香肠，烤香肠。OK， 香肠，香肠。好，那还没有问 Danny 喜欢吃什么？我只要是肉，我都吃了。哦，也是啦。也是，他是想消遣的。不，我刚刚是认真的，哦，好吧，有点难过。难过？为什么？好的，然后我这边刚刚有看到，就是在第二集正片下方，就是还有网友留言说，上一季第一季感觉是蛮客气的啦，就是不会像其实像我们第二季的伙伴，就是比较活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嗯，就是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感受蛮大，感受蛮多的。对对对，对对对，从第一集到第二集，我真的觉得第一季就是白老鼠。对，应该说上一季人都不太敢有意见了，这一季的听说啊，你们都一直嫌自己的照片很丑。不会啊，这回事不会啊，真的有这回事吗？自己举手啦，自己举手，真的很丑啊，是你吗？今天谁做中间的？为什么啦？因为他们就是那时候剧照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子龙跟 Danny 就恶搞我的照片，然后就是把我的头截下来，然后恶搞其他各种奇怪的东西，要么放大，没有，是我先，是我先，我先，你我先放的。等一下，到底是谁先？等一下，他先，我先，我先，来，是我先在群组 Nikki 先说的，对 ，Nikki 先说，是我先在群组说，因为他们要抛行李。然后我坐在那边，我是发呆，然后翻白眼放空这样子，很丑。然后我就说在群说，为什么要放这种丑照片？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要放这？为什么别的？然后就是大魔王就生气气这样子，然后就说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可是我最后就是他每次讨论我，他帮我换了啦。只是他有在群说不要再讲。然后不要再讲之后，他又来，就我这样子，就我那时候看到剧照，就是我那时候看到 IG 上有放一张，就刚我笑得很开心，我不是放给你看，对，然后是他截，就是子龙截给我看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发现那张照片，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张照片之前，那时候一放剧照，我们自己在群组看的时候，等于你跟子龙两个人就已经先对那张照片先做了手脚，就先把我的头截下来，然后呢就是暴龙的身体在下，对，然后把我放在暴龙的身体，然后就是我的脸，就是刚好牙齿比较出来，笑得很开心，他们就把我形容成。是不是 IG 上面那张照片？就是有一张笑得非常开心。IG 第四张，各位，对，你很烦。对，各位，我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有张力，笑到走心，很自然，好不好？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就是他挑了一张很有张力的照片，这个戏剧张力。你看到表演的表演，下面有文案就写说：米娅到底为何笑这么开心？然后不打脸，同居时代也算是丑得很可爱，丑得很可爱。没有，我跟你讲，如果当事人是。你的话你就笑不出来。我有，但是我是就是说我懂他的感觉，他们不懂，但我懂。对啊，男生们都不懂啊。然后我那时候就，他子龙又截给我说，哎，那制作单位果然 PO 这张的时候，我就炸开了。你就不要下水，他会感觉很丑。然后我就叫他不要去讲。哎，但我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照片，其实在 PO 之前，其实都是有经过你们的。没有，没有啊，没有啊。制作单位这样就不对了。哎，那是剧照师。发剧照是拍的嘞，吵架喽，就是要问过他们吗？不是啊，跟他是表情管理啊，我表情管理，对啊，表情管理，我觉得就跟第一季一样，大家脸都是那个样子，大家都会很尴尬。但在制作的方面来讲，如果我要一次对六个人，然后这张照片没有六个人，六个人表情都没有办法一致的话，那真没有办法。一定有人吵，那没办法，你就委屈一下喽。哦，总是要有这种角色。所以要你真的很敢讲，我觉得下次就换你。所以上一季都没有人讲，我假装没看到。上一季大家比较阴沉，比较阴沉。我觉得其实第一季跟第二季比起来，第一季看起来是大比较就是拘谨到就是你有点不太知道。心情比较不好。对，而且有我有回去看冬天吗？我觉得有一部分第一季比较走心啦，第一季太走心了，真的不是就比较走心，这是走到一种就是拉不回来的地步。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第二季这样的照片会让人家觉得大家是快乐的，不是只有你啦，大家也是、就是、看到你就快乐。对，讨厌。我觉得下次大魔王可以放他十张丑照，对，要他因为是他们开始的，我没差，我有放的，那是行销放的，不是我放的。可是我有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在行销组啊？你花多少钱在行销？行销你是眼光比较不好，你知道很贵的。你是在行销组，而且听说你们这样子吵到最后，大魔王是直接退出。对，他生气，他气噗噗。哇，你们还笑得出来？人家就气噗噗，气噗噗这样。没有，我们就气噗噗之后，我们就在私下沟通嘛，在私下沟通。只有你对，我们还好。我们不敢讲话。对，我真的是不敢讲话。我不敢讲话。我们三个都没有回应。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他上面写说，就是你们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请你们提供照片，你们都是提供二三十张，让他们难挑。你有这么多照片吗？不是，等等，为什么这个桥段？为什么有可以提供照片的桥段？他好像没有，我没有提供照片，是不是只有你没有？我没有、啊，因为我们都有。你没有，因为你怎样都帅，所以不用嘛。我好会讲话，然后他吓到我了。你讨厌，眼睛蛮小的那张。二三十张照片不？我没有提供过照片，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没有跟你要过。啊，对他们无所谓吧，觉得。
他没有很在乎你、啊，没事的，他们也没用我的照片，没关系啊。是是是，没错。那小伙伴上周都做些什么？听说米娅是宜兰冲浪的人。哦，对啊，我去冲浪。你会冲浪？我不会冲浪，那是我第一次冲浪。我真的被浪冲、啊。这算是一种 SPA、欸。哈哈哈哈哈。按摩啦，真的很痛哎、欸，真的很痛。我到现在全身都还是痛的，因为被浪打又被板子打，然后他们就说要站起来，我根本站不起来啊。对啊，什么奇怪的运动？听说你去被搭讪是？哎，对，听说你在宜兰很夯。听说你在宜兰。等一下，你们是宜兰人是不是？我们知道分享。有分享啊，是我朋友分享的啦，不是我分享的。有分享的朋友啊。不是，就有一个人先问我说：“哎，请问现在几点？”我想说你自己可以看你自己的手机啊，为什么要特地问我们几点？可是没有人去冲浪的时候会。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坐在那个就是他有那个休息区休息。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奇怪的阿伯，那时候我之后去罗东夜市，他真的很怪，他就拿了一本杂志跟我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杂志的封膜吗？”我还想说这本杂志是不是这是一种性暗示吗？为什么要看封膜呢？你的脸怎么那么臭？这个应该是对，我那应该是开了就要买的意思啊。对啊，我那时候想说是诈骗啊，是诈骗吗？就是这搞不好是他还没有付钱，他如果叫我开，如果是就是我开的怎么办？然后他一副就看起来是正常的，然后就开完之后我们要走，他跟我说拜拜，我说拜什么？这个好奇怪哦。他尬了你。所以等一下，那个冲浪的那个人有跟你留下资料？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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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只问你。他只是问纯粹问几点的，那他问几点就说，就跟你说纯粹那个啦，纯粹他，可惜他搞不好就想说，哎，我等一下就要去跟他要那个 line， 我先假装去问他时间，然后问完时间之后，要走去要 line 的时候，看到他被冲浪板打，然后太白痴了，我知道被冲浪板很，而且你化好妆下去上来就已经都没了。你怎么会想要化妆去冲浪呢？不是，怎么想要啊？啊，我知道了，自己还是好看的、啊。我知道了，怎样？所以你是被问几点的时候是带妆的，没有没有被冲上来的时候人家没认出你。问几点？人家没认出谁呢？刚那个冲浪的呢？刚那个冲浪的呢？你知道这就是跟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差别，就是他们其实是开玩笑开得很 over 的，跟第一季没办法。第一季是你开完玩笑之后他们会这样，他们会进入自己的世界，然后开始想我自己是真的这样，真的。但第一季大家就是看妈的都讲干话，我大家都可以 OK， 非常好，对对对，这样非常好。等呛回去的时间，就蛮有趣的。我相信他有一天会看到你笑得很开那样照片，啊，就这个啦，就这个啦，就是这个人啦。受不了。然后Danny 跟 Danny cosplay 不太识相，就是那个鼻子，不是，就是我去吃以前餐厅，然后就是那个。就摩爱脸嘛，然后不是很多那个装卫生纸的嘛，然后我朋友说，哎，这很像你，就发上 IG 问大家像不像，然后就超多人回我很像。你是怎么做到？可以现场来帮我们示范一次吗？哎，卫生纸有吗？自己 Q 就找不到，找不到，想看看你是怎么模仿，该不会塞在鼻子里吧？没有，就那一次啦。你知道那个像是什么吗？没有，我就只是我知道啊，就那个，我只是单纯 po 那个照片，然后下面 IG 就问大家说。你们怎么看？然后超多人说像，我都还没模仿，然后后来就模仿一张，然后就大家私讯撕到包，像太像了吧？什么靠北？跟你要赖吗？我要跟石像聊天。就这样啊。所以你是怎么做的？就大概类似这样。啊！其实我觉得不用卫生纸，他本人就不用卫生纸就很像。你不用卫生纸，没有卫生纸，是脸型真的很像，就是你本人就长得很像，而且鼻子要够挺才有办法去模仿这个角色，所以其实是优点。他的鼻子真的好，可以帮他讲话了，而不是脸，眼睛都像。对啊，他眼睛我记得那个石像没有眼睛啊，就是一条小到看不到一只。欸，我跟你说，小屁，他们可以干话，我们其实不太能干话。我觉得他可以，我觉得他可以，因为他 OK 的。OK， 他看起来，我只想抢他而已，你们怕不怕认真？为了你帮我抢 OK， 他看起来身心灵很健康，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上成长下来。嗯，没错，好啦，然后。今天有那个迪卡侬两秒快速账正奖活动，所以最后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那个他在跟我们擂稿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两秒快速账的时候，我们可爱的残编竟然回对方说，啊，所以是记账的吗？或者是什么 Apple Pay 还是什么之类的？没有，它是一个账口。因为我没看字，我是听用。所以两秒快速账有在现场吗？真的可以两秒？因为我真的好想知道有没有两秒哦。没有。
哎，你们真的是要拿来试试看，我有实验家的精神。是我们搭的啦，我们有搭那个，那个其实很快，所以你们花四秒就把它搭好。我再看一遍哈，然后如果没有搭起来，这个迪卡侬要检讨。哎，那讲吧，迪卡侬，你不要再看这个节目没有赞助好不好？没有人赞助还不够多吗？不要逼我。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两本，因为我爸最近想要买帐篷。真的？他我有爸对我可能有想说，就叫他去留个言这样子，因为我爸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活动的人，所以他就有在考虑要买帐篷。他很常带你出去玩。他那天还跟我妈说，我想要买独木舟，哇，一个快70岁的人去划一划，可能就划不回来了。我就担心，我就跟他说不要划，不要玩，不要买了，那个海很远，那个我们要去接你很麻烦。七天后再回家，独木舟变成独木舟变成那个变成那个放小动物尸体的那个啊！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季了，好不好？来第三集啊！来来哦。考虑命同居时代，一开始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感情纠察队李毅还有小赖。嗨，大家好。现在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你来的刚刚好，哇，太棒了，谢谢你们发我。因为前戏已经经过了，对你来的部分就是高潮了。真的，我们现在第三集就要高潮，那这样会搭帐篷。哎呦，露营其实说真的，晚上根本没事做。对不对？你就是白天大家可能可以去旁边啊，就是玩啊什么什么，但晚上你就像你说的，旁边全黑，大家就是在比如说你一个萤火或大家有灯，就坐在那里喝酒喝东西聊天，好浪漫哦，看星空，对，可以没事做，就找人做，就只能聊，对不对？没事，找人喝酒，叫你接下去。你们上次没有露营到，对不对？对，所以你这次也很羡慕，他们是住民宿，但也没有特别羡慕。所以露营你 OK 吗？夏天晚上？对呀、啊，我只能 glamping 可以，那种很漂亮的帐篷那种可以。啊，自己搭的我要想一下。哦，对，现在有些营区是搭好的，对，就是很漂亮的那种。那我觉得今天这个露营，我觉得马凯杰应该可以好好的秀一下。我觉得秀什么？不是时候了。那有些人他们很常玩这些户外活动，外哦，所以但我不太相信他的原因是他连祷告都是。假的，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会搭帐篷，他很做作。对，我跟你讲，他40岁哦，帐篷可能也搭不起来，搭得起来但不大。好啊，那我们觉得我们赶快可以来见真章了，对，對對對真的期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 A 片，不对，B 片。你。也许是你的侧面，也许是你的笑脸，突然喜欢多点遇见，聊聊天，给我多一点时间，若是还想念，这不叫变，也不假装讨厌，飘着倦意的季节，这次多了甜蜜感觉，天天想你一夜，羡慕情侣在逛街，看看 IG 照片，每天都是浪漫打卡情节，反反复复嘲笑我的可怜，偷偷想你一遍，哦吼，天天想你一在那边关心在看什么什么什么女生在那边按我的 Facebook 的赞，然后在那边
说什么，哦，对啊，为什么你要接谢人啊，你是不是怎么样，好像我跟每一个女生在那边搞暧昧一样，莫名其妙。哦，所以便你真的是现在真的是讲是一点逻辑都没有，我不想再讲了。没事吧？没事。很凶哎。啊？很激动。我吗？很不爽，不好惹，我真的很不好惹。阿润在那边惹我，真的。好了，吃饭。还可以吗？嗯，很棒。然后都不讲话，我有点担心。好吃到不想讲话。对，太感动了。嘴巴很忙。买布丁，要买布丁。那怎么没有洗碗？那就只有你们两个。那我们只能两个人一起洗碗。Go。没关系，他们有的盘子没有洗碗。没有，没有。没有洗碗，我怕你洗一洗全部都破掉，你知道吗？才不会，好不好？洗碗，没你做怎么洗？买，我认真的。对啊，你不觉得很乱吗？我可能走路有点歪。这个牛排为什么丢在你？我都想叫你出门。哎，给你看我们的厨房超乱的。所以，论到你要煮饭，你想要煮什么？早啊，完全不会煮饭。因为你选了那个志龙，对不对？他是你的帮手。对。我太难过，我没有被选到。超难过。超难过的，我就是比较会忍而已。啊？我就是比较会忍而已。比较会忍。对。那你今天刚刚在生气什么？我生气什么？你刚刚在客厅讲电话。就跟我朋友说，就是要煮饭，然后就没人劝我，然后我就生气。笑死。有内伤，走，我走外面。好，太贴心是不是？哎，反正，我不想删。我已经很放松的做自己。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比我现在更放松。对，这倒是真。我跟你讲，今天最做自己的绝对就是你。对，不是你太做自己，你也不要就是掉太多在地上。哇，你知道是我们在亲吗？对，我们我在亲。你一下口红，一下饼干屑，然后碗也没洗。你现在头发很像疯子一样。啊，不就还好没吐在这。不要一直在一大一小的夸下流泪。我是故意的，好不好？我怎么知道今天喝不到两杯就醉了？那为什么？应该不是，我觉得喝醉没有错，你知道吗？如果造成大家的困扰，没有，这倒是没有。应该蛮卡哇伊的。too real， 谁要你还是怪人家讲究，人家已经醉了，还是怪。而且我发现这样喝醉之后，子龙没有想要看我的意思。子龙今天真的一眼都不看。为什么？表示子龙不喜欢喝醉的女生啊？为什么？哎，你们粉红战队连线呢？为什么？为什么不看我？好，我有看你。你怎么这样啊？不要太好笑。后脑勺看着你。我冷静一下。我觉得你刚刚捏一下就没事了。对，你捏一下，等一下，你不要出手。无法。Oh, damn！ 哎呦，掉下来了。掉下来超美了。哎呀，我掉下来了。等一下，我现在肚子痛死了。等一下，不行，就可以冷静一下。他没有理我，他觉得我太荒唐。我现在像荒谬。你捏一下啊。我刚刚已经捏过了，他不吃这一招。不吃啊，这还没。哪有？你可以。不吃。好像是我们做晚餐，缺少一份爱。什么缺少一份爱？缺什么爱？你给的爱。
他给我的爱，他昨天都不愿意看我。他可能对我没有爱吧。嗨。哇，你好会跳时间。你要看一下厨房有什么吧？我们要买什么吗？我已经预知到了，厨房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是通灵是不是啊？你要不要看啊？因为早餐是他做的、啊，早餐他做的。要。我跟你说，只有两颗鸡蛋。过。只有两颗鸡蛋。下面还有一盒、啊。还有一盒，还有一盒，还有。那我们还要买什么？后来你就没有请工作了，对不对？没有。那你记得我们要买什么吗？我觉得你去看一下啦。之外还要买什么？怎样？冰箱很远，对啊，他不想要站起来。对啊，看一下。他从昨天就不想跟我对眼，他可能不想跟我接触吧。有点胃痛。扯到几点？扯到12点。好，我看一下。好笑哦，他好幽默。我不知道他在尴尬什么。他可能因为昨天不想理我，今天要跟我单独做饭，还有点那个吧。有吗？他在尴尬吗？他感觉没有呢。真的吗？你不要想太多啦。其实我自己尴尬。对，不要想太多。尴尬这种事，只要自己不尴尬，就不会尴尬。真的。Hello。嗨。走了。走了。摔伤好痛！那你有擦吗？有啊，我想应该是会不舒服。我帮你做好了。我摔死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可以帮我小白一点吗？先去买这边咖喱，先来看，先买咖喱 ，OK 啊。好，你要买两根的还是？还三根啊？这里要几根啊？洋葱要买两个还是四个？洋葱哦，好像就两个，就是量是一样的。哎，而且它的咖喱就在这哎，不用找了。一般来说都会放一起啊。真的吗？方便大家找。四根的、啊，还有四根的、啊，到底是买大的还是小的好？大的好，就量是一样的。我们的咖喱是要，哎呦，还有爪哇咖喱也是辣的，可是婉琪不吃辣。婉琪不吃辣啊。然后还有买火腿丁，我看一下火腿丁。鸡肉在哪里？鸡肉在这里啊。挑一下鸡腿肉，这个啦。哎，这个鸡小腿，全包了。我觉得差不多。2000。谢谢，回家做菜咯。你带钥匙吗？有，聪明哦。你拿来用不到就先冰了。要什么要先冰 ？Cheese， 先冰。对。还有什么？咖喱鸡肉米。哎，可以穿围裙，你要穿围裙。穿啊。你要什么颜色的？不会啊，一般不是这样挂的吗？为什么没有？不是都挂脖子上了吗？他就从手上进去，你没关系啦，可以穿就好。我觉得就这样啦。这样吗？对啦。来，打金眼。干嘛把我拉出腰身来？蛮好的，是不是很好？还有腰身嘞。我觉得错了吧？哪有错？有这么 sexy 的吗？我跟你说，它是交叉的。其实我们也是，我不知道是怎样。这么性感，有点害羞。这样，这样子。对，然后你点一下。那你可以不要这么紧。松一点，这么松可不可以？都穿得很紧，你知道吗？我腰身很好啊。很热。好瘦，天哪！我想脱掉。可以拍了，没有冷水。可是没有用这个衣服会弄脏。那换你帮我了，汤这个，因为它会一直掉下来，这里这里，这样吗？绑结就好了，直接这样吗？对啊，因为它有点太低了，衣服真的有穿跟没穿的，是这样吗？对，然后打个结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错，随便啦，可以穿就好。好，那好，谢谢。汤，好，可以了。我觉得买鸡腿肉好像也不太好。
为什么？我去骨。哎，对耶，所以我们做完饭已经是3个小时之后了。怎么可能？也是有可能的。真的是买错。嗯，它有一个地方好像可以切筋。这样对啊，这样太小块了。哪有人咖喱这么小块？大家看我们这样做菜，可能就会不想吃了。看人家切脚筋很容易，自己切很难。这样吗？这是什么？这破掉的抹布吗？不要这样啦，那就不要切啊，不然呢？其实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没关系啦，反正等一下都吃下肚的。还是你就把它去一去，我先把。好，你要全部去是不是？对对对。好，那就全部去。我怕我们去完真的要3个小时之后。哇，这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等一下擦一擦就好。太认真了，没有人注意到那一锅。等一下擦一擦就好了。闭着眼睛剥洋葱，看着我哭，大家还以为我干嘛了？欺负我啊？哪敢呢？哪敢啊？昨天都一眼都不敢看我，太因为你昨天太恐怖了。太恐怖？怎样太恐怖？太看很恐怖是不是？没有啊，就是很少看到人家这么看的。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大家。没事没事。所以你不能接受女生就是在你面前太看，眼睛好痛。应该算是不太能。不太能，原来你居然会这样哎。怎样？不为你是那种就是 freestyle， 原来你会介意就是不能太。也不是介意啊，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就算是朋友也不能这么强。对我来说，女生很会喝酒是一件蛮加分的。对我来说吧，女生也会很会喝，就感觉有人可以陪自己喝这样。那蛮好的，比较有趣。你真的蛮会喝的。你知道摆盘的概念，很认真。好要求哎。啊，原来是这个，好可爱哦，这样拿起来超 Q 的。对呀，小樱桃哦。太好吃哎！拜托，我的实力不懂小觑。超饿，好棒哦！我先好饿。确定的。我要尝试，我要吃哦。我还没有吃到你确定？你可以先借我一下吗？我要吃哦。好，这个下手也是好的，帮你这个。好吃，你吃了是不是？好好吃哦。又又了吗？又了。又又，他一定要一直用。哎，好好吃哦！我要。对啊，谢谢你。其实我也可以吃，超好吃。我跟我一样哎，我每都是打到，就是我朋友想说，可能你会不会太 over？ 他很强，他很强，盖的。比米超强强。这我还没吃到，很好，很好吃哎。做教很优秀哎。那米娅，你今天做的？今天鸡肉，还有切那个，全部都是我切的。然后就是剩下就是让那个子龙把那个煮一煮这样子。静一下，你们那么厉害。谢谢你们咖喱饭，谢谢。哎，干杯干杯！谢谢你们的晚餐，真的谢谢你们的晚餐，我已经期待很久了。太香了。对啊。真的一点。那我们露营要买些什么？就看我们要去哪里啊。基本上应该是帐篷嘛，然后可能如果要我们要在那边煮东西吃的话，可能要有那个锅子嘛。对啊。烤肉。之类的东西。还是我们烤肉啊？对啊，我觉得可以烤。烤肉可以啊。哎，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去啊？那本来不是单包房吗？等下租车，等下我们租车，我们可以租六人吗？还是什么东西？或者可以租到9人？租大一点吧，租大一点，因为我们还要装东西。对啊，我们还要那个装备吧。二楼上去九人，什么修理之类的，我们3个车子。今天评价蛮高的。哪一件？果果奥。真的假？啊，这是什么呀？哎，那可以找人开吗？哎，他没有 Facebook。我是觉得我们自己开的话很累，找人开吧。对，哎，他可以代驾。那反正我们就决定租这个喽。啊。嗯。好好吃。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咖喱吗？就是你醒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煮一下就可以吃。真的。谢谢。饿死在这边。真的真的。我很早起来哦，起来之后就先煮自己，然后就有一个昨天宿醉的丑相。哇。他今天应该有一直看你吧？我吗 ？I don't care 他在看不看。但你 care 他昨天晚上。其实我也不 care 他昨天晚上看不看。真的吗？哇，好歹我记得昨天晚上有合照吗？我知道，我看到照片啊。但我喝醉的时候，照片都长差不多那个。不会很开心的。我都撑起来。Go go， 先看。出发了，出发了。我好喜欢逛迪卡侬。我没逛过哎，超爱。没逛过一下。便宜又好买。
好大惊讶，触姐那边的那种概念，对，哇，我们是三楼吧？对，三楼，三楼好像是露营区，哦，真的触姐，哎，那这个也有啊，好酷，所以要穿空姐，好笑吗？觉得讲话真的是，怎么了？对，哎，这个好可爱，对啊，空姐安全教室，适合矮一点的。我跟你说，这个你在讲我吗？哎，我觉得讲话是，他是你们两个，不好意思，好，先躺在这好，不好意思，我们不满就是160这样，吃的，还要吃的，当天在不是要烤肉吗？他们那边有烤肉区，不是的，是那个锅碗瓢盆啊。这重点要吃这个吗？冰桶，对，明天要去玩。这个都可以放那个啤酒哎。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哦，这个也好可爱哦。对啊，这个好可爱哦。而且这个也可以那个手绳啊，这也是我要叫他 daddy 耶，他现在真的是他 daddy。刚缠的上，他叫他 daddy， 我只缠不起。他捧着脸，吵架，我想他捧着他脸，不要生气，你要买给我。走开，他们两个，你走开。他自己现在自己光是。我这多要买，有没有推荐的帐篷？这个有哎，给我六千。这个是几个人？这个是四人的。哎，这感觉超 cozy 耶。这不能睡到六个人吗？可以吧？哎，不行，你们会很挤。但这有防水吗？有，这有防水。我们的帐篷都是有防水。休息起来。那你们如果六个人的话，我建议也可以三个，这样睡起来就比较舒服。对，可以三男三女。就趴在睡觉的时候就偷偷抱我之类的。对对对，我们就三男三女。三女对，可以这样。那我们那天的行程对啊，就买一堆，然后就我们没有行程。知道有一个神秘海岸。什么神秘海岸？就是人工沙滩，去冲浪的吗？它就叫神秘海岸，是去得了，但是回不来那种神秘海岸。没有，它的名字就叫神秘海岸。我们可以去拍美照。他要行程，他要的行程是拍美照，是拍应该是拍美照，一直在翻白眼。我没有翻白眼，你是不喜欢拍照吗？挑拨离间哦，我好像亲密动作啊，吃就不行是不是？抚摸脸吧，我们已经有点莫名其妙叫抚摸脸吧，对，可以啦。这个镜头，我其实现在没有办法打他其他地方，因为会痛，就只有你要有良心，好不好？所以怎么我怎么打？所以那天要去神秘海，不一定也不一定要参加，我已经去过很多，可以去啊，天气还不错，可以去，可以去。好啊，老街吃鸭肉啊，可以吃什么鸭肉？金山是不是要吃鸭肉？我们去露营然后吃鸭肉，没有啊，我们还是外带鸭肉，我们就不用煮。好，我觉得我们先买东西嘛，然后到那边我们都随性一点，好不好？到那边就先组装。对啊，但大概的要知道吧？没有了，隔天。回来之后，就是回来的时候可以顺便在附近逛。好啊，就把东西塞好，然后就可以逛逛。哦，没有，那就先这样吧。我们自己在茶杯去下午茶，然后可以在这边。我们就在茶包去下午茶，好不好？好，即兴发回忆吧。好，走啊。尴尬，等一下，好尴尬，真的喝醉，真的是不会，真的喝醉啊，所以我都不喝酒。可是其实还好，因为你其实算是在喝醉的表达中算是缓慢的，就不会造成别人困扰。我很困扰，因为你是刚好被针对的那个人，因为 Danny 一直 cue 啊。他就一直 cue 对我，哎，我超级那时候那个是他一步一个动作，他就叫我干什么我就会干什么。那个喝醉的人就很好 cue， 喝醉的人就欠 cue。而且他没有拍到在厨房的时候他已经醉了，然后我们红酒的，然后他就一倒，他就一直倒。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那个客厅的那个餐桌上已经醉了，然后我进厨房的时候他还一直倒。他就趴在那个钟，对不对？你有记得吗？然后他酒杯在这边，我说啊，再喝一点。然后我们就说他已经醉了，就想看他可以到什么程度这样。然后我出去的时候这样讲一讲话，其实我中间去吐好多次。天，你怎么那么坏啊？不是啊，就想说看他多强。而且我要确定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醉？这真的醉啊！我不能接受别人装醉。我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酒喝，但是你不要把他推给我。不是，我想说，我说，我有，我只是吃个东西而已，一直 cue 我干嘛？不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哦，我们在聊天，我想说，为什么子龙？就明明坐沙发，为什么直接面对我们两个？我说你怎么不看他？然后他就直接那么夸张。不是，就一个人躺在这边平的，然后脚在这边撸。那还没撸之前你就没有在看我啦。我们那时候拿餐盘进去的时候，我只是点出这一点。我觉得你怪怪的，就喝醉了嘛。所以当时他们两个是有一点火花的吗？还是完全是生气的那种？你在操弄他们？没有啊，我就是希望看他们有没有火花，然后他是当有趣啊。我觉得我怕他们欠那个东方，我想说当下欠东方也是啊。刚刚有说就缺爱而已嘛。对啊，刚刚有一句，他们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做的很对啊。好，你做的很对啊。
让节目有点效果，不错，有点笑点。天哪、啊，所以你的酒量是不好的吗？还是说其实就是还是可以喝，只是不可以喝这么快，不然就容易醉。就不好，但是那天喝的时候已经好一阵子睡不太好了，所以就喝没有多少就醉了。然后我连忙，一般来讲会先忙然后再醉，我那天是连忙都没有忙，我就直接跳过忙我就醉了。哦，直接一突然一口气就上来了，对，一口气就醉，然后我走路已经是东倒西歪，然后歪度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走直线的状态了。我觉得他这样醉真的还好，因为他那天不行，算可爱。我们大家都是有开酒，就不知道为什么忘记谁倒，他那杯超大杯，但第一杯不是我，第一杯不是我，马凯杰倒的，第一杯是超大杯，等于他第一杯。你们男生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还是针对他？到底为什么？其他人都这样一点点，然后他这样。对对对，我那时候先拉他嘴，先拉他嘴，先拉他嘴。我那时候有说可以帮我倒一点，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哇，你这个很过分哦！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这个意思？又不是我倒的，十块，然后他就默默的就去了。我那时候有跟他说可以倒多一点，我想喝多一点，但没想到他倒这么多，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对，就硬着头皮把它喝完。对，喝完就醉了。他喝了四五杯吧，后来。又被你多加了，一直补一直补，你很怕退，很怪吗？你很怕？对，我的确是有点，对我怕是怕麻药退了，会因为我很无聊，想要睡觉，然后他要睡觉，然后我就会一直说我要睡觉，然后我就会睡着，我一直把他叫醒，他一直狂叫我起床，他是屁孩，他真的是屁孩，我就讲哎，不要睡，不要睡，然后一直狂叫我起床，就是你知道，在冬天里面，万一睡着就去了，不能睡，不能睡，他真的很过分哎，他还在那边跟米娅说你就撒娇，他都已经撒成这样，他还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再撒一下，你再撒一下，然后在旁边一直看，然后子彤就说看到要怎样。你怎么没有过去给 Danny 一拳？你为什么没有反击？我两个都想给他们一拳。没有啊。你说 Mia 也一拳，Danny 一拳，两个躺在一起睡，刚好是不是？睡去。真的，这我真的会揍到 Danny， 我一定会瞪瞪 Danny， 我一定会瞪他。可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四个人真的就没有那个感觉在，所以说可以开这个玩笑。啊啊，是吗？对，这样因为认真还开得起，如果这两个之中真的有一点那个在，他绝对不敢开这个玩笑。因为我觉得他看不出来，我觉得他是看不出来。那有就有，就有就有啊。我觉得他看不出来，我觉得他看不出来，他只是觉得好玩。只是好，我觉得他只是觉得好玩。如果是好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也没关系啊。而且他只是想要看我醉到底可以多强，因为我会一直要睡着，一直睡着。因为他的反应很可爱啊。真的是就会讲话，一直这样，我也会这样弄他，蛮好玩的。就他弄笑，去一下，去一下这样子。不是，但是迪卡侬你们真的很吵。我跟在旁边，抓怎么那么吵？你们不吵，我刚刚在旁边，我想的是，哇，难怪那一层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你们真的太吵了，就是那种感觉。原来大家避开我们是这样，而且店员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对，而且店员就是啊，那个没有，然后一脸就是这些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走？那人讲的心情，然后又被 K 笑，你知道吗？你们后来有应该有买药，有。而且刚刚缠绵在看你们逛迪卡侬，还说哦，我不知道原来有这个卖这个地方哎，然后我就说你又不露营，笑死，你不露营的人，你凭什么？是啊，我没有看过这种地方，你到底看过？可我第一次去迪卡侬，你是第一次来？你来你就回台湾放放松，有什么好说的？我是第一次去迪卡侬，我也是不傻傻，他也是第一次回台湾烤肉啊。而且我们刚刚在看迪卡侬他们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借机用人，忍不住了。跟那个杰，真的忍不住啊！那个杰就是，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就很像看到一群，就是一个班队跟四个同学。而且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就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对，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一定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制作单位因为素材太多，他都剪掉了，不然怎么可能才第三集就摸脸跟勾手，对不对？那还叫 daddy， 人家是 daddy， 没给我好不好？你这一句话让我想到刚刚那个凯杰走进来的时候，有用外国腔跟他讲话，就他，就他，这算不算是一种歧视？没有，这算不算是一种歧视？我真的觉得哇，谁这么幽默，竟然学外国腔、啊？超过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第三 part 的那个小纠察队的部分，对不对？那我们就直接看吧。来看一下棚内哈。哇塞！出位！这是什么位？哇塞！来这一招！用脚直接去撩尾呀！只有喝醉才做得出来，好不好？可是我觉得他是借酒装醉。我也觉得。对，因为他隔天把记
得事情很清楚，说你昨天都没有看。对，我觉得他明显要去勾引子龙。对，子龙直接转过去，子龙是他的菜，我吓死了。如果我是米娅，子龙第一天已经这么明显了，我第二天我可能就会收了。第二天我就会退出这个节目。在买菜的时候，你发现子龙完全一眼都没有看米娅，他一直在看那个食材。但我觉得他在买菜的时候有展现出他比较女人那一面，就是在购买的时候。我觉得男生看不懂米娅。哈哈哈哈哈！等下，你是用什么角色在讲这句话？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他的个性蛮匪夷所思的，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需要谈心的人，因为我觉得 Mia 好像太认真在做菜了，因为你看做好在吃饭的时候 ，Nikki 是先说好好吃哦，你很会煮，很棒，他先赞美他，对，然后赞美完之后，他又问 Mia 说 Mia 你做了什么？然后 Mia 回答之后，他根本没有要听，他根本没有要听，他回答完之后好好吃哦，但自己婉琪跟凯杰好像有点状况，你不觉得？凯杰一开始讲那个电话，我觉得他现在是有女朋友哎，因为婉琪当时在买东西问他，他不回答，他骗他，他骗他，他说哦没有啦，就是主菜没选我，对，讲实话，他不想讲，想了解，正常人会了解，可是他又不到那个立场可以去问他，对，我觉得外国人可能就是。大家对 dating 认知有点不一样，他可能现在跟人家还在 dating 或是 exclusive 的 dating， 有些是单一关系的 dating， 有些是哎，开放的还是可以，对，还可以开放的，你们台湾人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可能对这样子的关系也不是这么的接受。所以你觉得凯杰可能多条线在进行？不一定啊，就是我觉得感觉起来比较像前女友，但是如果也有可能是暧昧对象，很难说，但是可能就是还没有。好好的处理好的，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担心婉琪会受伤。我觉得他已经受伤，我也觉得已经，对不对？光这个录影前的准备就感觉发生蛮多事。还要喝酒，米娅还好吗？你都又撩脚哎，对啊。到底来看一下这次录影会有谁又在撩脚？看一下。啊？你怎么会放大？关于问了不答这件事，问了又不听这件事情。哈？米娅，你到底做了啥？我到底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啊，怎么没人讲话？这是什么情况？解释吗？这是什么情况？我没有讲什么。我要讲什么？你那时候问说那个我煮菜怎样的时候，我解释说我做什么，你没有听这件事情。我又忘记为什么了，可能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其他应该都忘记了。你干嘛一直笑人家了？我救命啊！米娅不是那个 Nikki 刚刚那样真的很好笑，为什么被人笑？我觉得好笑 ，Nikki 很真很好笑，是真的很好笑，真的有时候想要骂小智障之类的，你这个小智障，这个小智障，这个小白痴，但是是可爱的那种，真的是可爱。对，他就是问完之后，他就忘记自己问过的问题，然后就又被人家拉走。你看，刚刚在逛那个帐篷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会被彼此拉走的聊天状况。啊，那个这个好，这好可爱，这个哇，这个好可爱了，哇，那个好可爱，然后大家一起聊这样子，就整个很吵，然后没有重点。对，都没有重点，很难剪的。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买了什么跟看了什么，只知道说啊，这可以装绿茶，可以装绿茶，保温的吧。这是唯一一个就是有重点的，就是从装酒变装绿茶的。没有那段就只是看人家在放闪而已啊，放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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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应该不要讲话了，我要看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好，对不起。哎，那我们看完之后，接下来是应该要休息五分钟吧，对吧？是啊，休息五分钟，还有三分钟，我再聊一下，准一点，再聊，想问准一点，可以，可以，那我想准时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子龙的那个酒量大概是喝多少？他的100杯吧。你好烦哦。他说他酒量还不错，但是他每次都是2杯。我那时候说我酒量还不错，酒量很差，我酒量很差。他没有说过，他没有说过。没有，他刚才不是说他酒量还行吗？没有吧？没有，他说他酒量不好。对啊，我说不好。他刚刚说不好。好，你蛮老实的。你只是想要趁机骂我？没有，我怎么会？我怎么敢？你怎么敢？不是，我想问一下子龙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看得出来吗？对。没有看到那个脚镣，我心情就觉得你好吗？你不用再讲了。脚镣的时候，重点是他那个时候还隔天早上对我这么生气。哦，不是，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问题？就是
昨天是他一直弄我，但是隔天生气的是他。啊，因为你不理他，因为你不理他，给他一点回馈啊！你让他脚吗？扶他脚吗？不是你让一个女生这样，他已经做成这样，躺在那边了。对啊，他一直说就是你 Q 的，不是你好歹？为什么？不是我当下真的有觉得，好歹让他跪咖之类的。对，但你这让大家很难做。哎，我发现我们两个叫他们干嘛？而且明明就是 Daisy Q 我的，而且我当下真的隔天，我真的有觉得子龙是不是讨厌我啊？我跟你说，想太多了吧？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昨天真的发生很尴尬的事情，就要装没事，真的要装没事，然后不要一直挂在嘴上，这样是最快的，因为就不会一直让那个氛围一直在那个状况之中，不会让他回想到昨天那双脚。哇，这太荒谬了。那只脚根本就没有味道。我跟你说，真的是，因为你可能原本觉得没什么，但就一直讲，可能就变有什么。对，就是那种感觉。对，他可能已经觉得没差，过去了就算了。但一直提出来，就变得真的很尴尬。对，因为就像之前残编也会帮我po一张很丑的照片，然后我一开始说我觉得那很丑，后来说那我把你删掉，我说算了，没关系。没事，我可以帮你删掉啊。说真的没关系。然后隔天我只是不笑。哎，你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删掉？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嘞？你怎么不看我呢？我最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一直讲，然后就开始不爽。为什么要拍我的脚？为什么 ？Why？ 怎么了？怎样？霸气？你想拍我是不是？谁啊？谁是？不是女生本来就这样啊。什么女生怎样？我就没事。欸、你是不是？你他妈的一直讲，不开心都不会讲。的确啦，女生不是你还是要看人啊！我不开心，我哪一次放过你了？你想想看，是没有你，我以为你放过我，但没有，你隔天还是没放过。你以为你自己放过我？没有。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觉得你真的想太多。对，我们梁一直都没有，就是知道，就是拆掉过。我们的梁已经大概100个了。我们就是要联系的这么紧才行。啊，那3分钟到了吧？哦，到了对不对？好像到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休息5分钟。棒球季回来了，中时30麦卡贝场场直播，场场精彩，锁定麦卡贝，让你无时无刻。